泽熙，最后一个镜头一个高音，眼神飘了，刚才飘了一下，有点跳戏了，很好了，真的。He had the habit of like putting his hand in his pocket. He just like be careful with this like habit, yeah. 学长也告诉我了一些，他们觉得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去调整，就是因为学长对我们还是很有期待。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向100分靠齐，做到100分，然后到时候汇报演出的时候，让学长就是期待值爆棚的那种感觉。对。哦，很不一样哦，不一样，改变很多哎。来忘掉错对。让我们 get high， 用双手把脸撑开。哦、oh, ，get high， 要所有人都明白。Yo， 有个秘密组织，紧按着对抗嘉宾们。Yo， check， 不知他早已渗入。Check check check， 神秘的生活。Yo。我真的希望他们的 teamwork 和他们的舞台哦，在舞台上的 energy， 对，跟我们也很像，我们也是，对，真的太期待了，明天正式的表演，真的。刚刚那一段真的帅到我了。如果跟着这个程度来做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绩。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学长，谢谢。我以为爱应该可解决，原来是我片面的宣泄。我想问你们，刚刚是用认真那个不全力吗？对，可以再投入多一点感情进去。对，还有就是摄像机的问题，就是大家普遍的一个问题，就是看地上太多了啊，就是尽量真的不要看地上，就看前面，特别是你。队长，可能这首歌抒情点，我可能就会觉得，哎，看地下是不是寂寞的感觉或者怎么样？但是，哎，我忘记了，其实有很多镜头啊什么要抓啊。这是一首抒情歌，说实话，抓你们舞蹈部分相比的话，可能会抓你们进步的近景的这些表情会更多一些。彩排结束之后，真的你们要再去练习室里面，关于走位的这个问题，我觉得应该再多练，多做一点练习，就自信点的，就该走哪里走哪里。我觉得到这个地步呢，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好紧张的，舞台都在了，再注意一下我们的走路的状态，我们就好好享受这个舞台吧。